you ready for this? 宝贝大明星，武力全开，杀！你绝不能错过的强势阵容，跆拳小旋风来喽！将要带来精彩不断的自由品质表演，我们一起来看看吧。他们的表演实在是太精彩了，掌声鼓励一下！这对他们来说真是小蛋糕一块。今天跆拳小旋风，他们可是气势非凡、来势汹汹的，好不好？草莓姐姐，你一定要知道，里面也有暗藏一位国家代表哦。啊，里面也有国手？请问国家代表在哪里？这里。好，我们请出列。比赛的项目是哪一项？我是去韩国参加世界跆拳道锦标赛，然后获得品质组的双人金牌。哇，双人果然是金牌得主，是不是很厉害？那你未来一定可以带更多金牌回来，对不对？对，很棒。今天我们跆拳小旋风里面，不止秉轩是国手之外，我们其他同学他们也都是全国性或区域性都会有非常优秀的成绩哦。听说在跆拳道里面其实有很多项目，然后里面呢，我觉得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而且很可爱的项目，竞速踢击，它是在30秒之内，然后看可以踢几下哦。30秒，我觉得30秒其实很短，然后要我这样子踢几下，我也不知道哎。婉雄哥哥，你有没有算过你30秒你可以这样子踢几下？这就要跟大家说了，我之前有学过有氧拳击的踢击，但是我算过是2秒一下。可是你们知道吗？这边有一个小朋友，他是年纪最小，但是他可以30秒踢到33下哦。30秒踢到33下，所以意思是他平均1秒以下。对，是不是？请问是谁呢？请问里面谁年纪最小？浩恩，请问你知道你有比赛吗？知道。知道啊，你比什么项目？竞速踢击。我比竞速踢击。你比竞速踢击哦？啊，竞速踢击要很快吗？要。要，那可不可以请你来这边帮我们示范一下？好哦，那竞速踢击30秒，预备，开始。29、30，掌声鼓励鼓励，超级可爱的耶！谢谢浩恩。九阳，我比较好奇，你们平常那个竞速踢击的比赛啊，通常都是怎么计分的？比速度，比速度。比如说1分钟大概要踢几下才是速度，在你的水准上面？100多下。100多下，所以表示如果我们一秒至少要2、3下的话，1、2就要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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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到3下，要这样子吗？那可以请你表演一下吗？我们大概10秒钟就好了，好不好？好，我们一起倒数10秒，好不好？这样子，100，竞速踢击倒数10秒，开始，10、9、8、7、6。侧面
整个人是斜的，而且你感觉是飞在空中的。对啊，而且没有停下来休息耶。对，听说呢，跆拳道不只要体能很好，他们的反应力也是很重要的吗？浣熊哥哥。哦，说到反应力，那我们现在就来分队喽，分草莓队跟浣熊队，我们就来比一个反应力 PK 赛。反应力 PK 赛，游戏规则是，待会我们挑战者要站在中间白线的位置，那会有出题者举起蓝色或绿色的灯。如果他举起蓝色的灯，我们就要摸绿色的区块；举起绿色的灯，我们就要摸蓝色的区块，然后回到原位。如果你太慢或者是摸错的话，就要淘汰咯。今天我们的反应力 PK 赛正式开始，好，各就各位，第一题预备 ，Go。很棒哦！啊，你刚刚不小心摸到这边了，好不好？啊，你要小心哦。好，帮自己掌声鼓励。耶、！听我口令，预备 ，Go！ 预备，哎，浣熊哥哥，拜拜，拜拜。还有谁？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个？那个，这个吗？这个，好好，那你跟我一起来，我们一起跟浣熊队加油，加油，预备。怎么了？怎么了？有一位比较慢啊！是不是？我们来帮他们其他人加油！加油！加油！好，我们帮我们自己的队员加油一下！加油！加油！预备 ，Go！ 耶！前面两个，你们两个是什么队的？他们是草莓队的，他们是草莓，没有啦，开玩笑，是浣熊队的。真的假的？那这你们两个什么队的？哇，草莓队的，真的留下来了。也帮自己掌声鼓励。好，现在我们勾手交换。准备好了吗？好了。好，第一题出题，预备 ，Go。哇！哦哦。我们的第一位是谁呢？啊，他是草莓队的。没关系，玉凯，你很棒啊，我们加油。好，准备第二题出题，预备 ，Go！ 哦，非常好哦，预备 ，Go！ 请问你是打篮球吗？不是，有一个假动作，非常好。加油，加油！预备 ，Go！是不是有慢一点呢？但是你好像跟我同一队哈，你是浣熊队的。那这样，草莓队请举手，浣熊队请举手。哦哦，加油！你要单独 PK 我们了。预备 ，Go！ 哎，平手。所以我们来算一下人数。好，草莓队请举手。草莓队，浣熊队请举手。哇哇！先帮自己掌声鼓励鼓励，恭喜草莓队获胜！小朋友，你们今天玩得开不开心？开心！太好了，谢谢我们跆拳小旋风今天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让我们知道学习跆拳道除了可以强健体魄之外，还可以训练反应力哦。所以今天的宝贝大明星武力全开，成功！收啦 ！Are you ready for this？宝贝大明星武力全开，超萌组合来袭，六只可爱的小兔子们组成萌舞者，要带给我们韩流神曲舞蹈表演，赶快来看看吧。2022 再 coming back， 龙卡诺西哈，我的卡诺尼西哈，我的大西五个一个七七个八个 ，Let's get look go， pandemic's over， 그래기분이오죠。Can you feel it? Whoa, yeah. Whoa, whoa. 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Whoa, yeah. Oh, 준비하시고 쏘세요 That I like the
们表现得太棒了，他们不但舞蹈做得相当精准之外，连造型也很可爱，真不愧是名副其实的萌舞者。那你们知道自己扮成是什么动物吗？我扮的是兔子。兔子好可爱，你看他们的造型啊，非常的用心，而且呢，他们刚带来那首歌曲啊，江南大叔，他只要每一次出单曲呢，红遍全世界，而且呢，舞蹈都超有特色的，对不对？真的，而且柳丁哥，你知道吗？我们的萌舞者真的是走在流行的最前线，因为这首歌曲呢，是现在江南大叔最新的洗脑神曲。真的，江南大叔啊，他每一首歌都很红哦。其中有一首，我们来随机考考好了。好。欧巴Gangnam Style， 你们会跳吗？会。骑马舞，我们来试试看哦。来来来，骑马的姿势哦，像这样子哦。欧巴Gangnam Style，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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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巴Gangnam Style， 哇，真的很厉害耶。不过他们刚刚那一首歌呢，就是最近爆红。其实呢，我在旁边也偷偷学了一下他们的舞蹈动作。有，我刚好看到有一些，好像对他有一些就是其实还蛮好学的。我来示范一次，然后请萌舞者小老师看看有没有正确，好不好？好，来咯，预备，开始啊！五一啊 ，L， one two three day two four， 怎么样？正确吗？对，没有 L two four， 那你们做一次啊，你们教我做一次。好，你们从阿吴那边开始哦，预备，来，阿吴一阿哎哦 ，one two three two four， 哦，我会了，我会了。那那个副歌好像有一个大拇哥，这样一直穿来穿去，你会吗？对对对对对，要平衡，难怪你们像小兔子一样哎，这样跳来跳去蛮厉害的，会酸会酸。表现得很棒哎，我觉得我自己表现得也很棒，帮自己拍拍手。好哎，在我旁边的是萱婷，萱婷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萱婷今年几岁？十岁。那你学舞多久了？3岁还是4岁？啊，所以你的舞龄有7年了耶。那你这7年都是跳这种韩风的舞蹈吗？还是你有跳其他的舞蹈 ？Hip-hop 哦，你可以来一段 Hip-hop 吗？简单的律动 ，hip hop， 我们来试试看。好，预备，宣婷 ，hip hop， 宣婷 ，go。五六七八 ，一 n 二 n 三 n 四，五 n 六 n 七 n 八，一 n 二 n 三 n 四，五 n 六 n 七 n 八。真不愧是507年，随机来一段 hip hop 都可以耶。真的太厉害。听说我们今天还有比赛要给小朋友来挑战，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因为今天呢，其实有小朋友打扮成小兔子，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结合了这个跳跃的这个动作呢，来设计了一个游戏，一个 PK 游戏，叫做过河高手。你们有信心吗？有。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最厉害的过河高手。好的，接下来来到了这个过河高手的游戏 PK 环节了。那总共会分成2队，一队呢是柳丁队，另外一队是天竺鼠队，对不对？先来问问看各位小队员们，请问天竺鼠队，你们有信心吗？啊，气势很强哦。换柳丁队，请问你们有信心吗？有。有。这个游戏我跟你们说不简单哦，因为地上有6个框框嘛，对不对？没有错。我们等一下呢，是依序每一个小朋友呢，就是要跳到这个框框里面，然后是要完整的在这个框框里面哦。是。如果说超出去了，噔，就要重来了，对不对？不算分，不算分。3个同学呢，如果他们都顺利的跳过这个框框，赶快回到原点呢，就获胜了。没有错。那么我们的过河高手游戏即将展开喽，再问问看大家，你们准备好了没？好，待会呢要听天竺鼠姐姐哦，待会天竺鼠姐姐会说开始哦，那你们就要准备出发咯。好，那么现在听口令，预备备，开始，加油加油，好，稳住稳住稳住，好，稳住，好，好，油算你过关，来，油，哦，加油加油，好，点点稳住稳住，哇，这么快，好，我们等天竺鼠队这边跳完，加油，好，回去。结束了，恭喜柳丁队获胜。那接下来要进行2round的比赛，我们等一下呢，攻守要交换，所以柳丁队的位置呢要到对方去，然后天竺鼠队呢要到另外一边去哦。第2round的比赛开始，加油加油加油！自飞，重来一次。啊，踩出去了，来，小心稳住，稳住，稳住，对，好，很好。
好，预备过，再来点点。啊，又踩到了，再一次又踩到了。好，稳住，稳住，哎，有机会哦，有机会哦。好，再来换玉。好，又踩，又再一次。恭喜天鼠鼠可以完成了。是第二轮呢，天鼠鼠队呢反败为胜，太厉害了，所以第二轮获胜的是天鼠鼠队。哇，今天的谋物者呢不但表现得非常的棒，而且呢还展现了惊人的跳跃力哦。你们觉得今天好玩吗？好玩。那下次还要不要再来这里跳舞？要。太棒了。那么今天的宝贝大明星武力全开，我得干了你心哈。Are you ready for this? 宝贝大明星，武力全开。有着深厚国标舞底子的 Lovey Sweeties 团队，要带我们一同感受热情如火的斗牛舞表演。我们赶快来看看吧。也太精彩了吧！根本就是把斗牛舞热情大方的态度展现出来，而且你们看，他们一身火红的裙子，真的是看完表演都会想喊 Uncle。真的耶！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斗牛舞通常都是那个我们就像卡门里面的女生会咬一根玫瑰花，然后这样子跳舞的。没想到他们的斗牛舞超有气势的。我们赶快问问看哦，请问你们学舞大概学多久了？你们大概学多久了？两年、三年、四年，可以一起比吗？预备开始。两年。哇，六年。哇，还有六年呢。这么多，难怪他们整个武功底子很深厚。哎，这就要问草莓姐姐了。草莓姐姐，你可以知道，他们现在虽然是国小的身份，对不对？对。但是他们还有一位是不同身份哦，是储备国手，是拉丁舞的储备国手哦。国手怎么样才可以成为一个拉丁舞的国手？哦，请问谁是储备国手呢？那我们来问一下明真好了。好，明真，请问储备国手要怎么样才可以当上？他在比赛中要就是整年。然后呢，积分在前六名才可以当储备国手。哦，比赛要有累积积分，然后要达到那个程度就可以当储备国手。对，哇，也太厉害了！大家也帮自己掌声鼓励一下。真的耶，我觉得他们很用心，因为其实呢，要小朋友他们很用心的学一项才艺已经很不容易，而且他们还可以从小开始慢慢的累积他们的经验，他们的表演经验，然后还有他们的实力，真的很不容易哦。我们就是有上。毯子功，毯子功哦，这
对对，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斗牛舞不太一样的是，他们里面是不是有很多中国舞的那个武功？因为我刚还有看这个，这个是什么？鹞子翻身。鹞子翻身，对不对？然后还有什么武功在里面？片腿怎么做？哎呦，哇！等等，我们要再散开一点，好好散开，散开。来了，我们一起做哦，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一二三，片。太厉害了，还有什么？而且我看到他们的表演，他们还有一个旋转，再一个 move， 然后就劈腿。有没有人可以劈腿？可以吗？我们都可以，都可以。我第一次看到有一个舞团，他们大家说哦，我们都可以。你们好像有一点点太厉害了。那我知道，等一下我们可不可以这样一个这样子旋转，然后就劈腿，好吗？好不好？要45度角哦，这样才漂亮，好吗？好，现在我们的 Lady Sweeties 要来挑战旋转加劈腿，预备，开始，旋转劈腿，然后停 pose。请起立。接下来 Lady Sweeties 要带我们一同感受热情如火的表演。第一位是明真，他要带来的是拉丁舞中的街舞 Drive。我一直觉得街舞是舞种里面比较困难的，因为速度非常快，然后动作很碎。但是呢，没想到明真他跳起来完全不费功夫，非常轻松哎。没错，而且街舞的音乐啊，节奏明显，他的脚动得非常快，就像佛山舞影脚一样啊。嗯，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第二位佩洵所带来的表演。嗯，没错，是我们拉丁舞中的恰恰。恰恰。是云云，嗯，他带来是拉丁舞中的 Rumba。是爱情之舞哎，没错，它就仿佛在爱情歌曲当中缓慢的移动。好，接下来为我们表演的是瑞彤，他要带来的是拉丁舞中的圣巴。
说圣霸舞跳起来一跳就很有欢乐的气氛呢。对，就仿佛参加嘉年华一样。嗯，好，接下来我们带来表演的是雨辰。嗯，他要带来是摩登舞中的华尔兹。我们刚看到雨辰在转圈圈的时候，我们也很想跟着转圈圈，对不对？对，他是不是缺一个舞伴，都想要插上去？对，难怪呢，看他们华尔兹在跳舞的时候，那个姿态非常优雅，然后就可以跟自己的舞伴转圈圈，一定很浪漫，对不对？接下来我们带来表演的是子怡，嗯，他带来是摩登舞中的 Tango。他们一口气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种不同的舞风，实在是太难得了。嗯，没错，而且啊，他们学习的国标舞，不管是哪一种舞风，这些都可以让我们心情开心，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体态可以做调整，不会驼背哦。嗯，因为现在我们很多人都是很喜欢这样子低头看手机啊，三 C 时代，然后或者是走路的时候姿势不良，所以像草莓姐姐我呢，也会想要学一下基本的国标舞动作，可以让自己的身形还有体态更优雅、更好看，对不对？没错，也谢谢你们带给我们这么多的舞风，那相信你们在国标舞上可以越来越厉害哦。嗯，所以今天的宝贝大明星舞力全开，成功！哇，一起跳舞吧！怎么跳？怎么跳？手力，对。噔噔噔噔噔，对。Are you ready for this？ 宝贝大明星，舞力全开。来自基隆的飞刃女孩将要带来如仙女般的奇妙表演，就让我们一探古典舞蹈的神秘魅力吧。
真的是太美了。刚才他们的舞蹈动作里面加了很多腰身的动作，还有小碎步、莲花指，加上下腰，最后还有小五花，还有小五花，很厉害耶。最后加上海带跑进来，对不对？啊，不是海带啊，是彩带，翩翩起舞，看起来你们就像一幅会动的图画，真的很漂亮。而且我知道古典彩带舞呢是非常讲究身、眼和手法的哦。身是什么？就是身段。身段。眼就是眼神。手法呢，就是小舞者刚刚操作手带、彩带的手法，这些都很重要哦。那么有了以上三点，再加上身体的柔软度，就可以把舞蹈动作变得很漂亮。对呀，而且他们看起来年纪都很小，就可以做到这种程度，非常厉害。我想问一下，请问你们学习古典舞蹈都学了多久？学几年？差不多三年。差不多。三年，那你们几岁了？现在八岁，八岁九岁，哇！他们人生有快要一半的时间都在学习这个舞。我刚才有看到一个动作，很漂亮，是好像是抱在一起，然后这时候哦，像开花一样那个动作。那是什么？三位小舞者有做开花动作，可不可以来示范给我们看一下？可以再示范一次吗？可以吗？舞动的吗？掌声鼓励。要变成一朵小花。一二三，哇！开花了。合体变成一朵花需要什么技巧吗？是需要腰力还有柔软度跟他们的同心合力。哇，腰的力量、柔软度还有他们的什么力量？同心合力。哦，同心合力就一起、哦、同心合力一起合作，对不对？像同心协力一样。我也可以做得到吗？可以吗？一起，谁要跟我一起练习？这么多啊！你们两个先举手，来来来，你们两个站前面。啊，怎么这样子、啊？我那么高也可以吗？可以。啊，手牵手了。应该不行。快一点，快一点。一，好危险。三。三没有。三个人举手。有吗？有。我猜你只有一点点。啊。佟麟老师说，我只有一点点呐、啊。可是我刚才看到你们的海带弄得很好。海带，海带啦，海带在汤里面，海带是在汤里面。今天可以请各位小舞者教我一些彩带的动作吗？我看黎儿跟我们的子彤都有拿着彩带。好，那你们两位小老师到前面。好，准备好了吗？好，好，预备，开始。闪电啊，闪电，闪电，闪电。所以就是用手臂这样往下面画吗？左右左右，很漂亮，就是一二一二，就这样画画。一二一二，像画图。那我们两个可以试试看吗？你们当老师，我们来总结。好。那你在我旁边仔细看好。好。可以好。看我有没有做得很标准哦。嗯。好，我们要来闪电喽！预备备，开始！闪电啊，闪电，闪电！我也是太快耶！那我们这样你就一直加快哦。那你们帮我们数拍子要怎么数？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样有成功吗？有。可是我觉得我好像很丑哎，为什么我好像都是这样？你们怎么办呢？是不是值得谢来？我发现今天的飞跃女孩们真的都很厉害哦！刚才不论是劈腿啊或下腰动作都做得很棒，真的，他们的柔软度好像非常的厉害。今天我们好像有柔软度的考验，要来考验飞跃女孩们。太好了，今天呢，我们就要选出一个柔软度最厉害的人，我们两个也会参加，到底谁会是今天我们的悠悠软 Q 王？首先要请大家猜猜看，谁会是我们今天的悠悠软 Q 王呢？数到三一起指着他，一二三，哦，不是，蛮多人指着他，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学最久。哦，他学舞蹈学最久，还有他下腰很稳，下腰很稳。还有呢，谁觉得是别人？是谁？他，甜甜，甜甜。为什么？为什么觉得是甜甜？为什么婕妤？因为婕妤。因为呢，他个子没有太高，而且呢，他筋也很软。他个子不高，筋也很软。为什么？他个子虽然很高，可是他筋不软，但是他有信心。还有，很有信心。对。好，那我来问，请问你们准备好了吗？好了。
提醒各位小朋友，我们在运动之前要记得做足暖身哦，所以像手套腰，一起转腰三圈，右边转三圈，换左边转三圈。OK， 暖身完毕，那么我们的游戏就要正式的开始啦。首先第一关110公分，每一个人依序呢从这边过去。好，我们放110公分喽 ，Ready Go！ 110公分太轻松了吧？太轻松了！让贵宾就失败了啊！我已经第一关我就被淘汰了，好，没关系。你说什么？他说他早就知道我第一关就会被淘汰。好，我看第二关，100公分，看谁会被淘汰。好，咚 ，Ready Go！ 哇，也很轻松哎。我转台。好的，你刚刚有没有信心？有。Ready Go！ 等等，我很严格。你跟我哦，过关，加油加油！哇，速度依然很快，加油加油！对，你们真是很厉害的飞跃女孩，所以呢，今天的飞跃女孩每一位都是我们的悠悠软 Q 王。那我们今天的宝贝大明星武力全开，漂亮的 ending pose 怎么摆？哦，两下，不能到哦，看谁姿势最好。